不怕神一般的对手，就怕遇到猪一样的队友。三个字猜，太阳穴。按摩用的有清香，平常擦在鼻子上。不是啊，它不是树也不是花。三个字，太明显了。观众朋友有答案吗？很简单啊，其实不是三个字，四个字。哒啦。不过就是玩个游戏，就让女艺人爆出惊人内幕。我生第三胎。我生第二胎。OK。我生第三胎。我要用胸垫。哎呦。我忘了穿胸罩。那。睁眼说瞎话，观众朋友，你猜得出来这是哪首金曲歌王的歌曲吗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来了，各位，最可怕的是这首歌曲了，这是外星人，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两个外星人，天上星星，上面有天灯，有没有看到？天灯，星星，天灯，照亮我的家人。它的确是天灯，这里就是平息。来，请单元韵脚 tempo。好，韵脚 tempo 呢，一样呢，我们各队抽三个啊，一队抽三个，对。到最后呢，我们 PK 了，然后挑战我们主持人，赢了，还有无敌扫地。机器人，无敌扫地机器的家事机器人啊，不是颜面，干干颜面扫地，拿到了这个奖品，等对方颜面扫地啊，好不好？这样好，这样好啊。来，请到我们抢先队，两队成员，欢迎夏雨桐，欢迎，大家好，豆花妹，东东。好不出力，哎，好不出力，哇，可以啊！发行我这一次的迷你专辑叫做《壁咚》，然后是一首摇滚动感的歌曲。然后这一次的迷你专辑里面呢，有十二张写真卡，然后可以自行更换封面。哦，对，然后里面的照片呢就很特别，一个月换心情啊，对，换阅历一样，像我们在套那个人跟衣服去套，哦，对，娃娃套换成泳衣的，哎，套一下，哎，换成睡衣，可以这样换吗？可以自行里面换，里面很精彩。啊，谢谢。来了，我们这边哪个队？哇，日本，我也知道日流啊，大久保麻，潘子琪，王建峰，好，建峰，干嘛？来，我们这边来抽哈，龙哥难得来抽一张吧。我抽啊，对啊，抽到谁不要骂我，好难，很难说。要直接开吗？直接开哦。哎，没有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抽到谁？你的脸怎么这样？为什么？那不错哎，好衰哦。天王，天王，黑海啊，拿奖拿奖。哎呦，黄建富，哎呀，建富，哎呦。我先把印象应该可以了啊，是啊，建夫再抽一张，你抽一张，好紧张哦。第二张好了，第三张了，第二张红杜拉斯，抽我啦，啊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那我不知道，你说什么？我高兴什么？会吗？为什么高兴呢？强棒，对啊，哎，不会注音的，不会超级本人，不会超级本人，不会注音，我机会给他。你会注音啊？我会注音。我们还是不要冒这个险。会死到逆流。会死到逆流。来了来了，这个第一个，开了开了，还有后面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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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你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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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都回忆了，张文硕，哈哈哈哈哈，张文硕，都不好吗？我们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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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不是我们赢了，哪个？你们赢了，我们抽到鬼牌啊，鬼牌的赢嘛，对不对？他刚跟我说，我问他说，里面有你的吗？他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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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不要不要不要，那轮题。好了，就位。哎呀，先吧。梅花钻，就位。好，
完了，这个各三队啊，各三位哦，生死未卜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跟你讲，今天第一个被淘汰的就真最难看，马上把它贴一个什么标签，就是难看，辣，羞，你这样要大，第一次玩会紧张的，面子扫地，对啊，面子扫地，面子扫地，来喽，来，一起先锋 ，Ready Go， 有有有，韵脚先锋的题目是凹四声凹。这是首好运道，在东部一里落，竟然让我倒数懒觉。韵脚 tempo 的 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 go， 蹦蹦蹦蹦跳跳跳跳跳跳，开山绕一绕。哎，我想去动物园绕。哎呀，我想去动物园绕一绕啊！你在 tempo 里面讲完走一走啊，对啊，就讲完，勇敢的说出来。你真的最烂的，上次那个滑下洞，你不要阿诺还是阿诺，你太过分了。第二个，你为什么老是我们这一队呢？我是你同一队的，你为什么大力？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呢？你在，你不能再鄙视我了。你在 tempo 里面只要讲完就好了。对啊，我想去绕一绕，我想去动物园绕。我想要缓和大家情绪，大家哇塞，才第二个就讲错了。其实你误会了，你把情绪搞太紧张了。我在吵就好。不算一条命。好，对，给他投一下啦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我再来就要用力了。好，哦，叫。从米可白接。你有没有怀孕？先讲好。我没有怀孕。哦，不能乱跳。你自己打打三下。跳。OK。对，我。你不能乱跳。老公最近出去。凹四声。凹。好了。来，韵脚 tempo。Ready go。One two three go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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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。我想吹小号。我想要抱抱。哎，分别迟到，到好。我后台有人照，照好。哎，我爱顽皮棒，阿狗画。我站到我没来哦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我帮你站到，好不容易有镜头，你就知道换谁了嘛。对，好不容易有个镜头，要把我卡掉。你们两个站在一起，我去后面。等最久，等最久，那没有镜头。你这边裂喉一回掉嘞。我没有看到，我们在后面。我们分开好。我竟然没看到。还有人呢，对啊，我后面还一个嘞，嗯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得愁，没得愁哈，没得愁喽，这一人两条命啊。阿Ben开始，阿Ben开始，我先，加 tempo， 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， 来起来，笑话好好笑，笑，我想要大号，号，我打篮球要跳，跳，你身价上亿我不知道，到，这个节目好好笑，笑，我喜欢钞票，跳。哎，夏天要下雨，你不要开心。夏天要开心啊，好不？刚刚说什么？你说夏天什么？夏天要开心。下雨天要走行人道。哇，太长了。人行道吧，放心，塞不进去。下雨也要走人行道。下雨要走人行道，不下雨要走人行道啊，不下道啊。哎，对。要走人行道哦，一条命，快车道，慢车道，一条命。来了，准备一条命，准备。韵脚 tempo ready go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勇敢跳一跳！哎呦，我快要下到。到。我最喜欢大笑。笑。上班别迟到。哦。我有一点想尿尿。尿。我喜欢放炮。哦。你知不知道？到。我要走人行道。啊。我要抱一抱。抱。你打人就被人告。到。我忘了穿胸罩。我什么都不想要。要泡冷泉要到苏澳。哦，我要到上面闹浪。闹。周杰伦屌到爆。爆。你打了我，我就喊 o 我想叫你 get out。g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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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ut。我第一次来，我不知道。他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朋友。哦，后面是特。哦，是哦，我英文好差哦，后面英文，我英文好差，我英文好可爱哦，我英文好差。那个人刚才他非常乖，哦哦怎么？你打得好，你打得好啊，哦哦，不叫哦，哦哦是有个乌哦，哦哦哦哦哦有这个字吗？哦有这个字，有这个字吗？哦。你打了我问啊，对，没关系，你在新加坡驻足，喂，新加坡驻足啊，要交车跑了，哦哟，交车啊，哎呦，好用力哦，好用力，好吧，哎，陈平，你看一下，什么平啊？没陈平啊，啊，好，算
丑一，丑一，我也算丑一啊。好，耶，丑一，好，好不好？来来，不知道，不能讲英文，对，也不要用那个什么什么奥什么这些东西，要发，真的那个豆花面 ，OK， 不要给搞啊。啊，真的对不起的。好，豆花面开始啊，来准备，运转 table， 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， 一起来。哇！让你叫，我让你跳，我旁边干掉。哎，打篮球要跳。哎，跳我要去学校。跳，三公鸡屁股不要翘。跳，哎呦哎呦，我好像往下掉。掉，弯腰捡肥皂。儿子让我骄傲。傲，我没有很骄傲。他让我依靠。生病要吃药。要。要拜土地公庙，庙，哎呦，我爱吹口哨，哨，到河边勇敢跳，我要倒车道，我要快车道，什么？我要倒车道啊！我没有听到他讲，我想，你想什么？我要倒车道。倒车道，倒车道，我倒车道。你讲什么？我说我要，你要快车道，我要慢车道嘞。你要快车道，这什么扯啊？我要快车道，我要开快车道。哦，我要开一条命，好难哦。好，我们换运脚。张文新，等一下啊。运脚 tempo 题目是烟是生厌。三辣妹真讨厌，三三遍变训练，害我迷恋，感觉像被骗。还运交 Temple 的 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， 一起来！我叫黄飞燕，我看你看得百万不厌，我真的很美艳。艳，我家又停电。电，慈母手中线。我真的很讨厌，你干嘛给我骗？我爱看双飞燕。我好像被你迷恋，你真的很贱，你真的好讨厌。我有用胸垫，你可跟节奏嘛，开始迷恋啊，没有办法，两次，这没办法过了，两次了。他哪一个提醒说在节奏里面，在节奏里面啊，对不对？要等两，哎呀，等两排，一条命，放轻松啊，不要紧，一个白箭，准备，运转 table， ready go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我要用胸垫。哎呦，他有帮我煮面。哎，我站在地平线。嗯，这是颈链。链，当当当，衣服太大件。链 ，Logo King 五周线。我爱吃干拌面。面，我爱吃蒸拌面。跟我念一遍。我忘记带手链。不要大小便。相看两不厌，很好。我喜欢项链。你怎么每次都讲我？每次都讲我的。都讲我的啦。加五号。加五号。因为我刚刚。你喜欢的标准观。你因为他都一共一杯上面项链吗？问手链。我手链。我说哎，这个客人的来永贺啊。结果他就讲走了。他讲手链，他讲项链，哎呀，不要。你讲狗链啊！狗链，我的狗六狗带狗链不就好了吗？那么多可以练，有没有？六哦，痛苦，痛苦，痛苦，不要录啦！这样，好的，好了，来祝福，来，好的，健父，健父，从你开始，一起来 ，Ready Go，One Two Three， 一起来。你像航空母舰，我喜欢张卫健。倚天屠龙剑，真的是初恋，很好。这里是南投县，我有一把尚方宝剑。我想要吃辣凉面，鸿门宴，我家是新店。鸿门宴，鸿门宴，鸿门宴为什么不行？鸿门宴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它不是一个句子，它是名词。我要讲句子。我爱鸿门宴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鸿门宴可以。我喜欢参加鸿门宴，怎么样？来啊，来啊，鸿门宴，我来啊，怎样？奇怪了，鸿门宴。要吗？丑一啊！要句子啊！要句名词。我要句子啊！因为他也很久没来。你只要很难咽都可以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参加鸿门宴也可以。对啊，我吃喜宴啊。我爱张小燕，可不可以？我爱张小燕。当然可以啊。参加鸿门宴可以，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鸿门宴。鸿门宴不行，好不好？
洪都拉斯开始。好，一脚踢蹦 ，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， 起来。我爱吃喜宴，我家住新店。哎，很好。你真的很贱。哎，这游戏很考验。哎呦，我爱看恐怖片。很好。你不要碎碎念。棒球就是要练。我的衣服有三件。嗯，健身要慢慢练。这是极限。极限哦。新北市以前叫做台北县。好扯。我这把。谁啊？李安娜，李安娜，问你三个台阶，跟他那个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我是吐不出的，没了啦，怎么了啦？台湾有几十个县市，你随便讲啊。我把我家住新店都讲出来了。旁边下面是新竹县，外婆住南投县可以，我爱台南县，澎湖县也可以啊。我爱台南县，就县啊，台湾台湾有这么？我爱五东县，三十六县市啊，三十六个县市。out。我家刚一变，果然就只有你了。你看。健步开始哦 ，OK， 来我们换幕，有，哎，运脚 tempo 的题目是爱一声爱，哎，小姐你要乖，双手要摆开，不然你会被男生这一排。One tempo 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 go， 我现在真的很难挨，这里闹水灾，很好，怎么收获怎么栽。小妹妹要乖乖，乖。你是个笨呆，笨呆。有一点悲哀，悲哀。一个音节有四拍，拍。我想猜一猜，猜。打鼓要节拍，哦。我生第三拍，我生第二拍。OK。我生。生第三拍，你再回来，你再尽力好不好？我坚持，坚持。我生。我们都没有影响了，真的耶，真的好笑，真的吗？蛮好，开场好，好耶，这有没有算死啊？生第二胎，这算接死吗？他生三代，算接死。我生第二胎，我生第二胎，他的没死，他就是我生第一胎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生，没有生第一胎的吗？对，我怀胎，我怀的是魔胎，我怀魔胎，算接死啊，他说啊，哦，一条命一条命，来运着 table ready go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哈哈哈哈哈！就不要软木塞，塞哎呦！我爱吃海苔，一生一生哎！我爱吃海苔，青苔吧，你要说青苔吧？我爱吃轮胎就可以。太重点了！我爱吃海苔，苔是二声，一声哀，尤加利麦哀，哇，那个字有破音。好吗？青苔、海苔、都是同一个字。厉害哦，各位，好，坚持下去。好，你把红都拉丝干的就厉害了。对对对，不容易的，不容易的。王健富准备，加油！运脚 table 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 go， 你千万别乱猜，猜。这个又有点堵塞，塞。哦，违建就要猜，猜。对，门不要打开。经纪人说腿不要开开。我越走人越歪，毛巾不要乱塞。塞。跟你说拜拜。拜。东西不要乱摔。摔。不要问我该不该。有一点怒塞。什么东西？有一点没有。有一点什么歪？怒塞啊。哦，有点。有点怒塞，有点奇怪。有点。你刚说有点那个怒塞，堵塞，什么叫怒？你要有点阻塞啊，塞，明白？哦，不能，那也应该也是不能。还是说我缺一个软木塞？哦，塞，下流，在哪里啊？哎，又不是红酒，为什么？两条命 out 啊！来哦，换题目，两个 PK 哦 ，My God， 加油，选出今天的周冠军哈！来换运脚，好，有有运脚 ，Tempo 的题目是。一四声雨，二喜的泡泡雨，看夕阳雨，幻想阿华的大幕剧，运脚 table ready go， one two three go， 泡泡泡的那个歌，我是方世玉，好，我喜欢默剧，我想要继续，续，哎，真的很有趣，续，继续走下去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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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很强哎，厉害啊，好厉害哦，年轻还是不一样，反应快啊，哎呀，青春哦，小鲜肉，小鲜肉，新加坡厉害，新加坡的华语教育，哇哇，你这点哇动哎，两条命，跳出来，哎呦，健步，厉害厉害，好厉害，对，等一下，要赢他们，要赢他们，好不好？曾国城与王建富的终极 PK 战，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战，实在太妙啦！爱是深爱，恩老的我爱，不趁老不在，溜进房间把我们背带，鬓角天边我第一个，出门在外，我老公不在，那你一定要快，赶紧把棉被盖，搬走搬走搬走。我们都有画面了。天才冲冲冲！曾国城与王建富韵脚 Temple 终极 PK 战现在登场喽！挑战曾国城啊！一边吸牛，来站好位置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来喽！两个人 PK， 各两条命，换韵脚。韵脚 Temple 题目是。爱是深爱，恩老的我爱，趁老不在，溜进房间把我们背带，鬓角天边我第一个 ，1 2 3 4，我爱是精彩，对，曾国城我不爱，便当我要带，曾国城很坏，对，这是个比赛，我希望他不在，我爱是精彩。他叫龙庆菜，等一下，厉害，我做一次而已，也 OK 啊，很好啊，那讲完很好啊，真的，大家都很庆菜也 OK 啊，对啊，庆菜可以啊，干嘛？庆菜 OK 啊，讲完就继续，他就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讲完了，对啊 ，OK 啊，你自己，大家你不要，你不要讲完了，继续嘛，拍谁拍谁，是不是 ？OK 好，一条命啊。我刚刚突然间想到，你说不可以那个，不要用台语，闽南语演多都会这样，有压力哦。啊，健步开始来，韵脚 tempo ready go， 1 2 3 4 go。曾国城我很爱，你不要那么快，他一点都不坏，一定要忍耐。我爸爸妈妈不在，这里有硬块，哎呦呦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这是个比赛，现场没老外。我很爱吃青菜，看起来动作快。我把帽子戴，你是个长毛怪。你妈妈在不在？今天才10块。我真的很菜，一定要忍耐。出门把便当带，出门在外，我老公不在。那你一定要快，赶紧把棉被盖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聪明啊！好厉害！好聪明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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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都有画面，好厉害！两条命，这个真的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光是青菜弄了几次啊？哇，老公不在。好，所以呢，没办法挑战成功。啊，机器收起来了哈。好，来休息一下，现场跟起来的天才，冲冲冲！来，第一单元，联想联盟。Hello。点兵点将，先选主持人，先主持人，那两个搭档也要选啊？要，要啊，要选的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又我？不是，因为我好怕你不是我的。我怎么听见？这两个王八蛋也要选？你的，要选。那我就不他，他不是他的菜了，因为他的菜。你刚才这样讲，对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哇！哎呦，过去过去。这两个。哎呦，你永远离不开我。哇，两个连体婴一样。没有，处女座就是要配金牛座的。哦，你是金牛的，金牛啊！来，现在开始要点名点将。哎，点了点了。对，好好好。哎呦，你选多高？对不对？哇塞！别叫妈妈，
你是红都拉斯，我是你是尼加拉瓜，哎，我是被遗忘的那个哪个要你？哪个要你？哎，不要嘛！你可能不一样，我不是，因为我对文琪有种特别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一开始我不能选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为什么？我说叫你过来的意思，我说我要告诉你，我今天选你输，因为你第一次来。你怎么变成人球呢？踢来踢去的，真的。哎，文琪，哎，你好。哎，我这个梦我真的有做过，哎。真的假的？然后那一组，哎，很惨啊，上面骂得很惨啊。哇塞，怎么会有人托梦托这个梦给我？那恭喜你美梦即将成真啊！别猜，那时候不，我说不。哇塞。我今天连你随便猜了，给我，这个我可怜。等一下 ，Big 吧，你怎么会推荐人家？给我在那边先到先到，给我先到。Big 吧，你真的想来在这边吗？选我，我没来。好，健腹。哎，健腹不错。健来哥，这样。好，你们哎呀，哎，有气势，不平均。哎呦，选我，陈哥选我，真的不错，陈哥，真的行，哇，你们连肉都一样，你那么开心，陈哥选我，那个我一回应，对，哪个？好，来吧，好了 ，OK。没看下来了，哎呀，我刚下去，那个夏雨桐，耶，哥 ，Killer， 耶，来，哥，谁？哥，我看你有了，这两个都给你。都给你，而且我文琪也让给你，你不要觉得你给我什么好处，没有啦，再回去，还是要猜。他说不，他说不，不。恭喜奶哥，恭喜奶哥，怎么样？你选谁？啊？你要选谁？你不会想选米可白吧？他如果再比麻里子差的话，那我们就退出演艺圈。我跟你讲，奶哥，有时候你们就是太聪明，大家讲一堆，然后几个字都没讲，对不对？就不能讲。你在那边讲张文琪的功能，张文琪来那么多，你们俩的功能有点重叠的，真的吗？那你要不要多进步一点啊？你怎么好意思啊？我选了，你选了，选了吗？选了吗？好了，给他说不，赢家决定先攻先攻，给他说不，先攻后攻，先攻好了。因为后攻真难赚，后攻难先攻，先攻好不好？对，掌声。一样哈，两题是抽的，另外一题呢就是固定的，然后呢是要给观众猜的，是盖的。好，所以呢就有三题，先来抽两题就对了。好。中间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中间。对啊，哪个猜？哪个猜这个太准了。哎呦，好这个这个这个。嗯，哇，怎么有这种送分题？哇塞，好给我知道这个东西吗？这个什么？我告诉各位，请说。讲到里面的字，严格警告。完真的哦，不要讲到里面，我告诉你。非常容易讲到里面的字，好不好？嗯 ，OK， 慢慢来，慢慢 ，Let's go， 走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啊，快讲话，这么简单，别想 tempo， 站着 ，Ready， 不要搞恐怖的表情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五个字，海南那种小吃，有汤卖过的，吃起来酸酸的，好 ，OK。要讲话，完了，要讲话，酸酸没有，不要讲话，这么快啊，不要讲话，对，哇塞，坐正，贴上去没事，第一位五个字，第二个，是一种小吃，小吃，第三个，有汤，有汤做的，
有糖什么？麦做的。麦做的。麦做的。酸酸的，淡水，吃起来酸酸的。不是麦做啦。淡水有。什么东西？淡水。对，淡水。它很耐做，这个就说这个东西很耐做。不是啊，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荞麦做的。荞麦的麦啊，荞麦的麦。五个字的。五个字。台中以南的。真的假的了？真的啦。台中以南才有。跟海鲜有关。现在应该讲说登革热最盛行的地方了，到处聊了啦。他太危险了。哦，那就是那里的。啊，哪个太仁慈啊？什么观察啦？你是哪里人？仁慈啊，台北人，台北人，台北人啊。没有，这提示太少了。台北人啊，五个字啊，五个字是一种小吃，肉做的，便宜啊，有汤，麦做的，台南有了，台南啊。刺鱼，赤坎楼旁边第三摊。哇，他快想到了，他快想到了，下岗他快想到了，来下岗。无聊，赤坎楼就有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他在掐指一算哦。孔庙，孔庙，来。台南，哎，不可能，一年才卖一次的。孔庙。不要这样。台南什么？没有啦，如果你有钱的话也买得到啊。可以啊，那就违反人家那个习俗啦。五个字，他有过年，他还会讲讲出来，讲出来。我真的，等等等，五秒，他好像在算命呢哦。没时间了，没有啊，拜托。三、二、一，麦乐康，什么形容？时间到了，没有啊，没有答案。等等等等等，没有答案。肉做的，要不要再等一下？肉做的。是一种小吃，有汤麦做的，吃起来酸酸的，被叫麦做。鱿鱼羹，哎，五个字哎，对啊，很少五，什么鱿鱼羹啊？米粉，有一个米粉，米粉鱿鱼羹，喷，台南没有这个，没有人提到海鲜呢，为什么会有鱿鱼羹？对，肉做的。肉羹，它不是饭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它不是饭面。对啊，这个方向要没有出来，对呀，出来的啦。没有没有讲它不是饭啦，对啊，没有讲它不是饭嘛，所以它不好去数。对啊，不会啊，刚刚讲过卖做的啊，卖做的，又卖做的，有它卖做的，可它讲米粉啊，你说米粉是什么？没有逻辑。卖粉米粉是。豆面做的，不是饭做的，它是米，是米做的，米做的，有点有点提高嘛。来，要怎么这一题呢？让他回家看播出，好不好？不要了，我先不讲啊，不要讲哦，讲的嘴巴会烂掉。哎呦，哦，昨天烤好了，来，换位置，已经烂，多少啊？昨天刚烤，不可以这样。哦，对对对，阿边。讲到字还在那做表情，对啊，最佳一的五个字，我还在那种小吃。哎，你那个最大，我想说他应该不是小吃啦，肉就是有肉，对他讲是不对。好，来换位置，换位置啊。超难讲，我先猜，我再做一个，怎么讲？哎，我也会讲。先猜吧，先猜，看能吃的，我后边好一点。各位又有猜又有讲，安静。这个多讲了，这个阵容。今天我告诉你啊，赢了他们太难看，赢他们太难看。我说今天我们赢的话，他们就真的太难看。真的，对啊，真的真的，这种你看看，我今天放的很软，都让他选好的。真的啊，我也放得很软。这是高手哎，高手云集。哦，太 NONO 来啊，好超软。真的。来，细的表情。他那一题很难啊。来哦，很难哦。没有想到，很难。我等下，我先看哪一个比较难哦。我让他抽到难。哎，那我们奶哥做一下吧。哇，这个怎么讲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比较难。这个。对啊，这个怎么讲？好，但是好不好？不好讲。好，你看，我一定会让你抽到这个哦。哪一个？看看哦，我会读心术，你会猜左边或右边。来。随便选，随便选。左边不要，看到没有？他选左边不要，这个不要。好，那我就错，那就错了。开始这边了，我就中了。哪个太玩你耶？你看，你要这个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哈，你看看，我刚刚说他会抽这个，有没有？开始这个，我想我中。对啊，人家就讲的放马后炮。我说左边不要。好难，好险哦。你们不要怎么这样讲？这什么字我没看过哎？没看过，那就用这一题了啊。不是。不要了，这样我猜不到了。他没看过，猜不到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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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白饭点，你要枪开点酒好不好？来了，准备。点酒。哇，这个也不好。我告诉你哦，很容易想要你面试，比刚才更容易。更容易。哎呦，大块肉丝很容易，很容易啊。对啊，面你不认识，因为那个是专有名词。这个更容易，哎呦，更容易，混淆啊！走慢一点，哎呦，比不慢走，慢走也不能太慢。好，准备，一棒哎，您慢走，走，下，不要讲话，干什么？延长 tempo， ready，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这样的符号表示你不知道怎么猜的三个字，完全不了解，它是一个形容没有办法预测的事，好。没有人说几个字，没有人说几个字哦，没有人说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讲几个字哦。我现在有看到任何表情，或者比几个字的，或讲几个字，你看看。哎，我有讲。没有讲。我有。不管。我有刚。没有。等一下再讲。不要讲。不能讲。我们工作人员有在听，不用担心。哦，嘿。第一个。可以用一个符号表示。去这个地方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怎么猜的三个字。完全不了解他是形容没办法预测的事。来，三十秒开始。形容没办法预测的事。上课没有带去，老师会打屁股的。真的。每个人都有。可以用符号。经常跟别人借的。有没有数学里面有开根号？有没有？对。所以一定有这个，应该是有个符号的名词吗？很难很难理解的一件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，怎么讲都讲不出来，都是有符号第二个讲什么？第二个讲你不知道怎么猜的，不知道怎么猜，无从猜起。来，最后五秒，没办法，问的时候会被人家说笨啊。对啊，三、二、可以用符号表示哦。未知数，哇塞，你说你有开天眼。对不对？你有开天眼，未知数用哇塞，因为完全无法知道未来是什么。真的太聪明了，哎呦，这个要选到你根本就是已经在中大奖了，对不对？选到他就中大奖了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怎么不继续干扰？被我猜到了，太聪明了。太厉害了，就不用啰嗦了。三个字吗？对啊，三个字。对啊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聪明。来，最后确认一次，答案是。未知数有符号，不然让我去圣德尔啊，我弄卖衣啊，啊，圣德尔卖衣啊，对不对？用回家，符号，惊叹号，而不会啊，惊叹号不会不知道未，好了，卖 gay 啊，未知数，这是一个未知数，不要再，未知数有什么符号呢？对呀，不要再撑了，对呀，未知数有什么？有很多符号啊，从你长到这么大，有看过什么符号代表未知数的吗？那一定，那可能提示错。所以对，第一个哦，第一个没读什么书了，没错，第一个没读什么书。喂，就是你不知道 L B 讲，对吧 ？L B L B 形容没办法预测的事，没办法预测就未知嘛，未知对，未知只能加数三个字对，就加数，对对对对，所以答案是未知数，没错，恭喜 ，pass。好险！我猜到你说错，对不对？好险，我猜到你说错。聪明啊！对啊，还有了。他说是符号，是我们开天眼又不能讲，因为讲说对。他跟我说，哎，惊叹号，我想没有，我想说惊叹，我想说未来不知道。啊，未知，未知，有人讲到吗？这动画没？未知，动画没讲什么？他说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他有不知道的事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哦，不知道，未知哦，知啊，未知啊，没有想到，哎，没有想到那里，哎，打就好了，对，比较不会痛。不要这样，我真的很怕痛。我说真的，当他猜错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情有多沉重？对呀，好，我给你打，我用这个来发泄一下。对呀，哎，我哎没有想到他有，还好，哎，换位置。哎，你不讲，我不知道他有说到，不知道。有啦，他一开始就做到了，对，但是不会去想到他有讲那个。对，来怎么做？你第三了，你第三，我第三，我觉得你做第四好。不用换。一个，到外面进来。不能讲。到外面进来。第一个。到外面做第二个，那个啊，边做第一个。第一个。来喽，这个观众朋友要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我们猜的哦，猜起来的。最后一点点哈，来哦，准备喽，准备很久了。其实看一下，你
只能讲几个字啊。真的，你其他的知识帮不了可以，他可以多讲，能多讲就多讲一点，帮不了。你看他们，他没有办法干扰哎。他们啊，我看你们一群一群也没办法，你没办法干扰，要看啊。怎么啦？哇塞！怎么会前面那么难？怎么这么简单？对啊，来了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他赤坎楼也有在卖，准备了，一定差，然后你准备了，赤坎楼在卖，什么？什么？来，联想 Temple， Ready，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三个字形容这个很不解，觉得很不好看的一个。男女朋友约会被别人偷看，很扫兴，这个地方都不漂亮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王杰布秒杀难题，让全场惊艳佩服。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大家一起去一个地方，到这地方去坐的时候，有用只有住的。放假的时候，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没有几个字，没有几个字，太好了，讲三个字。没有，他要拼了啦，直接一二三，他答讲出答案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他赤坎楼也有在卖，一定差，然后第三天，赤坎楼也在卖，什么？什么？来，联想 Temple， Ready，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三个字形容这个很不解，觉得很不好看的一个地方。男女朋友约会被别人偷看，很扫兴，这个地方都不漂亮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？太晚了还讲？讲什么？太近了。三个字形容这个人不……三个字形容这个人，觉得很不好看的地方，啊，不好看，很不好看的一个地方。第三个，男女朋友约会被别人偷看，很扫兴的地方，都不漂亮，都不漂亮，漂亮哪里有漂亮的？好了，不要讲话了啊！来，三十秒开始。还好，这次提示都不是很好。对啊，然后女朋友没有一个可以当为借镜的地方。对，半夜可以偷跑去。这小米偷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半夜可以偷跑。对，然后那个声音还不错。对对，声音还不错。有时候还要排队。女朋友约会，那经常会有人躲。哎啊，讲出来了，这样太近了。经常会有人躲起来。三个字形容这个人不觉得很不好看的一个地方。男女朋友约会会被别人偷看。被别人偷看，很扫兴的地方都不漂亮。对，会受到。观众朋友猜到没有？是。三个。二。一。哎，九香哦。对，会受伤哦。嗯。快了。三个字。嗯。是三个字吗？对呀。三个字。他们讲三个字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三字条，我也不能告诉你。然后左边第三摊有。最后五秒。第三摊。然后右边。四。左边。右边。左边。孔庙旁边第四摊也有。孔庙旁边第四摊。时间到，台中以南呐。不来。其实没有一个可以当参考的。刚才我就给他太多时间了，要不然他猜不到那三个字很重要哦。未知数，我不能给他太多字。最后五秒，一起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恭喜你，隐私权。哇，隐私权。好厉害！好厉害！这个太多了啊！这是形容这个人太难了，这是形容这个人很形容不好，我们形容不好。天赋有一句，他形容的很好。形容不好，来，天赋，你在那边是多余的。你在那边是多余的，跟电灯泡很像，一眼。我觉得你跟电灯泡不像，也猜猜不到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。我觉得这是扫兴啊，扫兴，扫兴，对，扫兴中多出，让这个地方都不漂亮。偷情的时候，闯出一个人，哦，程咬金啊，会不会是廖天丁？超花蝶吧？你说这个人约会被破坏。约会被破坏，对，煞风景的人嘛，对，破坏是约会被破坏，对，啊，煞风景，哎呦，煞风景，哎呀呀，一分，来恭喜他们，恭喜交换，耶，我
们得到了宝贵的一分，希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未知数，对，守住。会不会赢是个未知数。平手啦，拜托啦，你们打一分就好了啦，平手啦。我很怕一分都达不到啊。大风景，你们会不会？你觉得他刚刚讲的很好啊？对啊，一个画美画面被破坏。被破坏。啊，对，情侣约会，画面被破坏。可是坐在这边会来不及想。对啊，坐在这边，好了，刚刚是坐过时间了。现在你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我第二次玩这个了。第二次了。要花了很多。我让你一下体会信心全无的感觉。你要把观众那先拿起来。然后你先拿起来。拿起来。只有两个而已。王健富来玩啊。Yes。请选。啊，娃娃狂了。先看不容易啊，还有密码。哇塞，哎呦，这太简单了吧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、欸、台南赤崁的旁边第三排，右边又是第三排，左边了，到底左边右边，赤崁的左边第三单啊，江湖吧，江湖吧，其实台湾的风景区有很多，北中南到处都是。你要不要试着讲别的地方啊？对吧？对不对？哦，真的在赤崁楼。不要被影响，台南啊，台南，我只听你的。哎、欸，这很容易讲，也不能接词哦，不能接词，不能接到里面。什么叫不能接词？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中正纪念堂，为什么？中正预校啊，嗯，对啊，中正路啊，中正理工学院 啊，如果说几个字啊，中正大学、啊，看看你的态度，高铁挂科目，加太阳高铁。Oh my god！ 这什么？连着 double ready go！ 这什么？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是大家一起去一个地方，到这地方去做什么？有用词有住的。放假的时候，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没有几个字太好了，没有几个字太好了。开会，他要讲了，好长哦。没有，他要拼了啦，直接一二三，他打讲出答案。来，请问一下你不正确，知道答案的啦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发挥科学办案的精神。现在请重复来，第一个说的是三个字，大家去一个地方，大家去一个地方，嗯 ，OK。第二个，这个是什么时候去的？不知道。到这个谁去？不知道。第二个说的是到这个地方去啊。对。哦，这个地方有没有让人家这么舒服呢？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大声的呐，有游泳池有住的，游泳池有住的。哦、第四个最后说的是，哇，这字很多。放假的时候很多人到那边，第一个开会，那边去开会。嗯，三十秒，放假开会啊，那很容易啊，淡水那边有没有？红毛碧潭那里。哦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就可以揪去嘛，还可以坐那个什么云霄飞车。Say something， 度假村。哦，碧潭，所以一直是哪一个想到哦？很多。很多地到处都有这个啦，放假的时候很多人会到那个地方开会，而且那边应该是有一些炮台吧，很多人会到那个地方去开会，哎，有游泳池有游泳池有住的，到这个地方，大家一起去的地方，云霄飞车啊，就这样，应该是蛮高的啦，云霄飞车，是有可以大多啦，二一办公，而且应该很刺激啊，有的。很多人在那边被拍到，被拍到，答案对，被拍到，开车进去被拍到，被进去的时候，答案，嗯，度假村，度假村，太厉害了，哎，确定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啊，真的，三个字啊，对，拿奖。就三个字啊，对啊，勇敢的说，放假都会去有住的地方，又有游泳池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大饭店太笼统啊，去度假村啊，哪个就要被打喽？对啊，对啊，哪个犯这个错？这可以开进去，那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所以，答案是度假村，没有别的答案。为了大神，为什么？我刚刚太厉害了，牺牲一下，值得，该谁？啊，太厉害了，值得，来打一下，我来猜，好，一定会的，没有，健步第一个，不会，不担心，没有，要守住，
先把大雨桐都行，大声比较简单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张文琪，第二，我们的大赛哦。好，现在再选一题，就要进入观众答题的部分了。我赢不输了啊！啊，加油！哎，第一题答对，士气大振，度假啊。接下来连输两题就会比较戏剧效果。对呀、啊，没答对没关系。很多节目的张力都在这个时候发生。嗯，我们在录影啊！你在放妞？在开心啊！在开心。这个确定哦？确定。什么啊？哦，妈啊！这个。这个应该在赤坎楼吗？怎么讲？没有，是个状况，很容易讲到。心态是个状况。我在想说，等你们一个比较容易讲到里面，是怎么是讲到？哦，右边第二间。没有，但不在这边。应该是种心态吧，还是一种？这应该是一种外省菜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纪念堂，而且这个很少见。它是卖不好。如果是心态，花旗街有吗？花旗街有没有？今天能撞到？没有。你会不会干扰早了一点？好急的赢了你们。真的吗？太帅了，好想赢对不对？我真的好想赢韩国，想找赢韩国。高铁挂 turbo， 哇，这么快啊！耶，出发，都很简单啦，都很简单。耶，联想 turb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红都，哇，三个字在阳台上都会有的，惩罚会用到，有个杆子上面有东西的。我们要抓到天，老爷，没来得及讲，我有太小声了。帮你回顾一下，那个复健王，你表现得非常好。我还在复健当中，没有，你还在刚才的喜悦当中。够了啦，各位，你不要再提示了。请你跟我这样说。你都忘了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知道。他知道了，他讲好了，知道答案了。对，那我们有一个讲得很好的提示在说话。第二个说的是三个字，在阳台上都会有的。然后再来第三个说的是惩罚会用到的。没有是不是？那要计时啊，要不然时间不够。三十秒计时，来拍照一下。这是一种外省菜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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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会杂音啊，对啊，现在掌三秒。因为那个惩罚会用就已经很清楚，太明显了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阳台就是除了晒衣服干嘛呢？对不对？种花，这些的嘛，是吧？对，那会惩罚的东西就是个道具嘛，啊，晒衣夹，以前我们晒衣服那个夹子有没有夹脸？晒衣夹，对啊，是吧？差一个字就不对啊。晒衣夹，对，差一点。还有专业，啊，专有名词。不对啊，没太好，说不对。对啊，无声胜有声，不知道，不能总有音有声。不用做表情了，看人太好。反正错了也是，对啊，平手啊，没有什么。差一个字，答案是晒衣夹。晒衣夹，恭喜答对。在阳台，我们怎么没抓到？怎么会用到？游戏会惩罚的，哪个游戏王？哎，很开心。二比一，最后一题输了。来，来，那个谁来？米可白，好，就你们四个。我怕我会放枪。加油啊！不会啊，海哥是有在打乐器的。对啊，那今天谁的贡献最多？下次能不能来？
对啊，哇，这个组合好感人哦！我最怕米可白了，这就是在得了两分领先的时候呢，来练附件的成绩。随便乱讲话，好感人哦！这一题答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逆转他们的颜面尽失，颜面尽失，也不怕，有可能我们颜面尽失哦，你们就得到了家事机器人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是面子扫地哦。嗯，这一题，哎呦，哇，好难哦，未知数。你要你要外置数很奇怪哦，你换号啊，换号啊，你看得懂吗？你会吃素啦，我吃素，我吃素，会吃素，会吃素，还有话，嗯，这真的三分，你们得三分了，你们今天答，我觉得这题会变三分了，简单一点，可以的啦，可以的，不能够比较常看到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刁钻，不刁钻，好不好？但这个真的是，观众朋友也要猜。他透过你们的表情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来了，你看那边，嗯，因为我要走斜的，来准备了，预备。我就走了那么多毛病。哦，这边。啊，脸好紧，好怕。联想 tempo 准备，哎呦，得啊，联想 tempo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三个字猜太阳穴。按摩用的有清香，平常擦在鼻子上。不是啊，它不是树，也不是花。我说过，是的，好，有说就好。完全不说话，完全不说话。观众朋友，您猜出来这是哪一首金曲歌王的歌曲吗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来了，各位，最可怕的是这首歌曲了，这是外星人，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两个外星人，一个星星，上面有天灯，有没有看到？天灯，星星的点灯，到了我的家了。它的确是天灯，这里就是平息。天才冲冲冲。准备了，预备。我就走完那么多毛病。好。这边。啊，脸好紧，好怕。联想 tempo 准备。哎呦。得啊。联想 tempo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。三个字猜太阳穴。按摩用的有清香，平常擦在鼻子上。不是啊。它不是树，也不是花。我说过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有说就好，完全不说话，完全不说话。你这如果真的猜得出来的话，我们真的颜面尽失了。真的，这个东西还颜面神经失调，这是发福式。来，第一个说的是三个字，擦太阳穴。第二个说的是按摩用的有清香。按摩用的有。第三个说的是提神，擦在鼻子上。哎呦，这次在电视上看到了。对呀，对呀，没想到他们讲这么好，我们真的颜面。哎，这个直接形容到重点。第四个说的是，它不是树，也不是花。对呀，那是什么？太明显了。而且这个它是清那个擦太阳敬老的东西，它有很多。如果不是薄荷棒。就是薄荷棒啊，薄荷棒，薄荷几个字？三个字，擦太阳穴，按摩用的有清香，提神擦在鼻子上，绿油精，不是，不是树也不是花，观众朋友有答案吗？很简单啊，差不多了，有吗？就那几首啊，还有歌可以唱，观众朋友啊，这些提示有唱到开始是爆吗？有什么什么？我不相信，猜中的朋友，我们送家事机器人。对，我讲。现在已经简单了，什么什么？现在已经现什么？我们要送16组，好事。什么？现在已经满线了，要数掉了。数了，我们百事传播破产了。留言被灌爆了。我想时间也到了。很容易啊，不是白花油啊，那也不是绿油精啊。白花油他们就会说家里钱多乱开车，不是树也不是花。有时候加得到，对不对？白花油，对，家里有钱乱开车就是白花油。
下错交流道。差不多意思，我相信时间他就这样到了，没有这种事，岁月不饶人。哦，因为观众猜不到，都是因为观众要猜啦。好难讲啦，所以其实不是三个字，四个字。哒啦！你们去后面给我来，我也在想三个字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哦，你运气好，不是你爱看，要不然我们才不管。对啊，所以观众要猜。上次我猜那个丁骨牛排也是全部讲出来，也不告诉我。好了，这样可以吧？我再给你十秒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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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我一到你不说答案，我直接喷哦。十秒计时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4、3、2、1，答案。四个字的答案。四个字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想。因为我现在一直在想三个字的东西耶，我是转不过来耶。我讲八遍，不用。哎，哥，不是我那个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办法，我已经讲八遍。你这么难沟通。我讲三次，而且是好好的讲了三次。你是最后面才跟我讲四个字，我绝对我痛。一开始要讲说四个字，我没办法，三个字才猜啊。没办法，你对人说的。猜中的，对啊，你对人说的。好啊，那我不要猜了，不要猜了。你好任性，四个就三个字。你好任性哦，他四个字，四个字东西又抹在鼻子上面，又洗脑用的。你都记得啊？对啊，他不是树也不是花，不是树也不是花。然后晒太阳也可以啊。怎么又讲出来啊？你不知不觉的十秒钟又过二十秒了。对你很技巧哦。哦。你很坚强哦。这个东西西药房有在卖吗？有。自砍哦，又被你砍到。中正纪念堂也有。有啊，西药房有卖啊。大龙巴斯，哦，他不出来，哎呦，哇，你这个擦了会流眼泪。对，对，答案是，张按摩棒。他说，他刚说什么？你们讲什么东西？答案是，没有了，没了，没有，没了，我们就讲答案。大龙巴斯是不是？盆。贴人啊，我别的提示嘛，大龙巴斯它是一种熏香的，它有做牙膏，也可以做成牙膏，类似它做成是用熏香的，也可以做牙膏，尤加利叶可以按摩用，按摩用，卫浴用品常常闻得到，做牙膏可以防止那个牙周病，牙周病的，对，牙周病，痘痘干，痘痘可以擦的，对，按摩的时候，痘痘可以擦的，这还不错，对，痘痘消炎，缩毛孔，痘子，对，他不知道，他没有长痘子，很难呐，非常好，这一题回去看重播啊，有人讲到，你又要揭晓，你看。观众要扫地机器人、啊欸，你给他看，看后面两个字，前面两个他也猜不到。你可以做牙膏的这种字，他看后面两个字也不知道。对对对，他应该没有接触。给你看后面两个字，薄荷。猜不对，我是本来想猜薄荷油啊，你给我看。什么精油？对，哎，对不对？懂了吧？有答案没有？答案呢？不是，不能便宜哦。什么精油你还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印度精油。很少用。我给你看四个字，看三个字哦。你看这样还不知道 对不对？你看哦，它最厉害这个表，来一杯去，这什么？哦，知道了吧？樟树啊，你看吧。对的。啊，还以为樟树啊。观众朋友，我知道你们答对了。是。很抱歉。观众朋友，你开就好。好。大家自己看重播。樟树啊，樟树啊，他们还好没有太差的，还好。柳树，谁讲到？哦，他讲树是吧？他讲树啊，不是树，也不是发，树也不是。没有，其实我要讲不是草，我想让他不是草，也不是发，那就是树。没错，太阳穴啊。不要抓，会肺痛。这样可以了，还装还装。2-1，恭喜奶奶六分钟。耶！我错了。好的，非常的精彩，还留在一个茫然的桌那边哈。等一下，又回到更精彩的天才冲冲冲。还有一个人在跟你说瞎话。对呀，哎，好，谢谢非常谢谢各位的朋友，大家痛苦的时间开始，对对对对对，必考难，点醒各位。好，
碧卡乃即将要作画了。他画的内容总是发人深省。哇，好厉害！把越发越好了，哇，惊恐啊！四十秒钟时间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碧卡乃，计时开始。碧卡乃，哇，现在看恐怖片。月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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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花好月圆，花好月圆，哎，两朵花，花花花，有味道，花香花香吗？花香花香黑夜，晚上的花香，晚上的花香吗？晚上花香，啊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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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看吧，有没有？来就二零二，有有有有有了，哎，田可唱歌。你画的好棒！冰淇淋，你画的好的，来是甜筒哦，很棒啊！碧卡乃的男生崩溃，崩溃，而且还崩溃，还有一只鸡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记什么？一只鸡，对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拿笔记啊！他是画出了一位英俊帅气的侧脸。哦，侧脸，这个侧脸就发人深省了。对对对，他是个医生，拿着听诊器在干啥？中医帮助看，不能说太清楚哈。三十秒，请写答案。有答案，就知道了。画得很，画得很神，画得太好了，画得太好了。代表作，十秒看着为什么晚上会有苍蝇，各位要去想。苍蝇，原来是苍蝇啊，还有香蕉啦。香蕉旁边有苍蝇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晚上是没有苍蝇的，到底是。奇怪，那确定是晚上吗？那就果蝇，果蝇，果蝇啊，果蝇，果蝇，走的方向也很奇怪。果蝇，下面是十人哦。果蝇飞的方向要注意。男生写的答案是。嗨嗨嗨，可以，夜来香，太标准了。为什么？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慢着慢，晚上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呢。麦克风，麦克风是听诊器，你看着麦克风，那是特制的麦克风。他为这个花歌唱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叫晚上，他在画月亮嘛，星星，因为他标榜是晚上。哦，这是星星，星星不是苍蝇。好，发人深省了吧？女生的答案是，当当。哎，好，你哪做太强了？你哪？哎呀，你呀，太强。请补充说明，有什么不同的角度跟看法？不能唱。看到的跟我们一样吗？歌词是画的很清楚。什么？刚刚詹子龙画了一半的时候，花朵，他说有一只鸡，孩子，你就影响我的心情。来来，那画作画的丢就没了。为什么一个帅气的侧脸这么难画？对不对？一个人的侧脸这么难画？对啊，侧脸，懂懂。哦，外国人，外国人，哦哦。哇哇哇！当面给我来个，好有好有天分哦！喂，另外碧卡乃他们大家答对了没有？夜来香，不好意思。恭喜！厉害了，恭喜！我们大家的 sense 都在一样的 level 上，画得太好，同个年代的嘛，是不是？侧面那么难画啊？哎，拍出来就很励志，对对，整天晚上就开心了，真的。好了，现在奶奶队成功，奶奶队派出来的阵容非常的想要抢分，对，因为奶奶自己下来了，来，她下来休息了，喘口气，她知道的歌都是，你看那个刚那个话用了好多脑，好好笑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只能发一次功，好，请戴眼罩，请选歌曲，嗨，嗨，都做。これ。はい。こ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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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あれ。これこれ。これは何ですか？听说他来台湾第二天就决定住在台湾了。是。跟台湾的缘分这么深，选到的歌曲是。啊，真的很适合。嗨。来，十五秒钟想想看要怎么画。你看得懂中文吗？看得懂。啊，红豆。啊，就是的。红豆。计时开始。十五秒。啊，莫斯卡西呢？好画的，好画的。哇。
你画哪里？看得懂吗？民谣，以他的年纪，真的有可能。对啊，民国初年投胎好。不可以面对哦。只知道老歌啦。哦。OK 啊，好。第一次只可以吉他伴唱哦。嗨。永久没有点数。OK。嗨。干巴点数。这么早，这么快。预备。嘿。OK。OK。OK。老高来看。坐吧。不如菜。不如菜。这老高。什么？哎呦！温度计，温度计是干嘛用？看看这个台湾民谣红布拉是猜得到，你看什么？有火车会过山洞，那个是台湾民谣。哦，对对对，知道吗？他会拿皮球人，然后两个锅子还打破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一个阿公跟一个阿妈，对，阿饼、臭阿饼、皮油啊，老婆饼，对老婆，对老婆，蚂蚁，蚂蚁拉人。对不对？你看两个人打架，把锅子弄破了，是什么？哎，啊，冤家宝，冤家宝，游乐园，什么游乐园？哎，幸福的天人，海浪。OK， 你向右转的时候，看那边的时候，哎，躲，嘿，来，请拖延。这首歌很老嘞，三十秒，请看，预备，好了。哎，那个他手上拿那只是什么东西？是拐杖。仙女棒。仙女棒。他手上拿不求人，不求人。舞台上拿不求人。哦，很简单啦。这鞋帅我三遍出来了。很容易啊，很简单。他是在唱歌对不对？哎，有唱歌哈，有观众对不对？这是台语还是国语的？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都不能。老歌就对了。老歌，没关系。第一题，老歌，我们读一个开始，好不好？开始，国语歌。国语，我们求一个开始，来结个缘。这就是日本朋友吗？国语歌，对啊，谁不出来的啦？怎么了？他为什么画个摩天轮啊？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里面有摩天轮啊。他画了很多事情在里面，很多事，好多事，我根本看不懂。时间的河，时间的年轮，时间的河。哎呦，哎，他为什么在那个是桌子还是台子啊？哲学哦，哎，时间不老也不新。是他只是在拜票。他说太阳下山。你说时间已经到了，太阳下山。太阳下山，明早你就爬上来。对，没有三。三。来，准备，一、二，请亮板。怎么破音了？一个团体。好。好像哎，老歌呢？我们一个一个来。十五年有了。你一定要讲到你看到的片段，那把你这个东西对应的唱出来，好不好？唯一。来，请看到的是一杯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好，哪一个画面像？来，一杯起。可是其实这首歌我现在不太会唱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十七岁的女初恋第一次约会。没有，没有唱到了。没有。可是我就只是觉得他就是一个演唱会，很多人来，整夜排队是吗？男朋友为了摩天轮整夜排队嘛？啊，为了摩天轮整夜排队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对，谢谢诺哥。对嘛？什么叫姜是老的辣？对啦，你的歌跟他的画面有什么关系？刚好，完完全全是。光是第一句你就把他的所有信息了解。孤独站在这舞台，那是舞台，听到掌声响，掉下面的掌声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摩天轮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经过多少失败，翻过多少人海，告诉快烫到摩天轮了，要忍耐。
然后所以呢？摩天轮。唐僧下。看到摩天轮。他歌唱到孤独站在这屋檐，那多孤独！你看他就一个人，旁边那么多人。看到摩天轮垮下来。他是伦敦铁桥垮下来。你那好奇怪 ，All in Love 的星光游乐园是他的年代啊，这个要买买那个套票了，你知道白天玩玩嘛，这两个玩。有看过表情，里面有他游乐园，然后里面因为那个巧克力糖有蚂蚁在吃那个糖，那真的是蚂蚁吗？那个是人呢、欸，糖。没有，我右边啊，箭头下面有个糖。这怎么唱怎么唱嘛？你说。什么巧克力糖？打开铁盒。铁盒。白天玩打开铁盒。一只鸟和不是歌手吗？三个不同答案，我们能说什么？啊，这太难了啦！太难了，太难了啦！现在有两个提示，提示也不明白。Manigo， 哇塞 ，Manigo 选一个，这一定有两个提示，豆豆。OK， 我知道原唱也唱，他选到的是嘿嘿，原唱，原唱，哥，我有希望，简单，孟薇薇，我有希望，赶快，原唱是谁？杨佩安，啊，杨佩安，杨佩安 ，OK 的吧？杨佩安，杨佩安，二十秒计时，佩安就那六首歌嘛，就那六首歌在的，是不是？对，知道了，就那六十首歌，对啊。哎呦，红哥，你应该很常听杨佩安的歌吧？对对对，很红的歌。白天伟毅，哦，伟毅来啦，漂亮了。啊，一个歌迷没想到他唱过这首歌吧？好，请亮板。哇，每个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是歌词。来，这个歌名叫做《舞台中间》。好来，不是，我就站在舞台中间。啊，对对对。什么？和太阳肩并肩。热情和欢乐无限，看到副歌你就有了。对，人唱这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。啊，所以这首歌叫，然后唱出来是不是？我相信这，我相信这，人就能碰到天。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，伸手碰到天了，那是边框吧？所以歌名是什么？歌名是什么？I can't believe, I can't believe, I believe, I believe。不是啦，是另外一首啦。我相信，我相信我，对啦，我相信希望，我相信伸手。好听，好听，对啊，他最红的就这一首歌了，对啊，对啊，男人站在舞台中间，在热闹的大街，拍完啤酒，对，就这首歌，对，这是他的主打歌了。没有这首歌，这首怎么唱？这首不是这首谁的歌？男生，那不是男生的吧？是新男的吧？对，是新男的。对呀，翻啥？翻啥？翻唱。看不到爱在这里。哎，发音标准好不好？这首歌要发音标准。翻家。翻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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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类似爱情的毒药，安静不要。你干什么东西啊？一点意境都没有，跟他读的完全不一样。杨培安的哪一首歌？请揭晓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喷。好可惜，要全答对，一分都没答对。揭晓一下歌词，歌词他唱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？你都会唱哎。对，我就站在舞台中间，舞台中间，对，然后我说，在日落的海边，那是海边，在热闹的大街，对，都说心中最美的乐园，心中最美的乐园，乐园呐，哦，热闹，就是不是蚂蚁。哦，热闹，热闹，人气呀，人气，都是的，被压扁的人，在这边，对，没得分，换边发球，看你，漂亮，都是音乐人，哦，对，都是音乐人，有在听音乐，有在听音乐，哎，有到画面，我们刚才什么人都不是人，对。
都是恋人。你们刚才好是好笑的人，好笑的人。好，眼罩戴起来。来，眼罩戴起来。好，有了，豆发妹。好的。豆发妹。啊！我粉看好你。好。对。看。我很敬重。歌词十五秒开始。哦。哇。哇，是新疆民谣哎！哇，新疆民谣不容易，新疆民谣啊，王太这个领土了，嗯，哦，哦，这个节奏很酷，哦，哦，太明显了，有这么多重点，是有英文，哇，你画你哇高的，有英文哦，歌词里面有英文呐，这首有英文还有日文呢，对，还有口白，还有口白。四十秒作画，开始。太酷了，那年代真的有。好，看到没有？还有什么？我看看。这个是什么？第一个马来文啊！马来文，哇，这多多元的。哦，国际化。哦，看到没有？里面的那个乌鸦。来，看到有 K 线，告诉你 K 线了。对啦，它是 K 线。哎呦，画的好好。哎呦，哎呀。天线，你和我，对，这么天线，梁文正，男左女右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啊，我还分那么清楚哦，你还不错，你你你看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我，对啊，对，交响在两河流，哇，哇。我阳台上面是花嘞，在空中怎么还有蝴蝶呢？啊，空中花云啊，向右转，对对对，空中花云，向右转，豆花妹，来戴眼脱眼罩，我靠，来，怎么那么容易？三十秒看图，哎，开始，海在中间，海在中间，天，两个人在海中天，对，海中天，海中天，拿电话，讲电话，在讲电话吗？中间吃三杯鸡啊，两个人讲电话。电话下面是电话下面是楼梯啊，把背的，云又那么黑，对啊，乌云低油啊，低油，楼梯爬上去讲电话，你看，都是多辛苦，电话，所以这首歌里面有电话，有电话，有电话，热线，热线，太平洋，太平洋，太平洋，伤心太平洋啊，出来了，哎呦，伤心黄皮洋，伤心黄皮洋，同队的。我们老同队，这个同队，过来，一，话到你老妹，干什么？要干嘛？想家？这副歌，格子海，好难啊！格子海，王建富加油！格子海，好难啊！豆花妹，转过去。哦，对不起，不可以讲。对，跟电话有关系的歌，电话有关系的哦，电话，电话了啊！不可能，不是这样话。七五三三九六七有没有？七五三三九六七，这个电话一直在我心里。我还会唱，好符合。怎么可能会唱这个啦？你啥？可能电话因为不合啊。不要吵，想到一二三亮板。谁会写这个？我啊。太真的了，七五三三九六七。这个电话号码一直在我心里。瞎唱，瞎唱！你在办法会呢？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听好，答案太好笑了。有电话，有电话。海哭的声音，还有两个人听哎。画面未免也太多，就是天空很多爱心嘛，太多情被气到天明。谁被气到天明？天明他不会画，好辛苦，他不会画乌云啊，因为他有啊有啊，他那个眼睛拿那个女生有，你看那个有两条杠杠，有没有？他在哭啊，有哭的感觉啊，聪明啊，哪一个聪明伶俐啊？符合哎，电话好不好？这边七五三三九六七来，对吗？七五三三九六七，原主唱在这里。那要跟你们有一关系啊，因为我想说有电话，因为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，想再拿起电话听听你的声音，但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对，这些歌曲。对不对？真好！哎，以前这个歌原音很好听，有人去打还打得通哎。这个还是你熟，对，白对啊，谁唱的？原主唱。我讲，我们是时不不时不我与，时不我与的爱，知道吗？热线你和我，哇！想去看见路属于你和我，里面想和那些狂欢的睡觉讲座。因为是你。
版本不可能答对，但两首歌带我们带起我们大家相当大的回忆。怀旧歌，而且这两首歌比听海的回响还大。对，而且这个主唱你看找不到，你看多有 power 啊！喷。啊，对啊，画得很好。提示，抽抽抽，来提示啊，要提什么啊？是这个提示，原唱好了啦，不要字啊，哎呦，完蛋，这个很难哦，一字提示，哪一个？变哪？变的很多字哦，亲，亲，嗯，亲，里面有一个亲，哪一个亲？哪一个亲？亲亲亲，亲密的亲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亲，对对对。亲爱的人，亲爱的亲，是第可以讲第几个字吗？转过去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里面有亲。亲，在旁边比较干扰的人多讨厌。亲，还哭的声音。这是青海青，黄河黄，这个是什么？有那滔滔的金沙江啊，是传真机吗？传真对不对？因为它有传真纸，对不对？有它有传真纸。啊，对耶，写答案快点，前面只能写前面，因为不会，没有没想不出来，对，一二三，亲密是那个蜜，对吧？甜蜜的蜜，甜蜜的蜜，甜蜜对啊，应该是这个蜜，都是亲密爱人，厉害哦，更厉害了，三个都一样，你看看，没办法，想不出来任何一个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太难了，这也是很少，主唱可能就大概知道，主唱谁？主唱谁？给他们机会，一讲就出来了，谁？真的吗？别唱的，江美琪。江美琪啊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不在身边。对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这首因为我唱才有我，对，来喽，最后一喷。我是亲爱的，你不在。答案就是亲爱的，哪一段歌词？哪一段歌词？遥远呐，亲爱的，他哭，他想说，来来，你到前面来，你到前面来。歌词，你刚话是哪一句啊？哪一句啊？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为什么他哭？他觉得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两个相隔遥远，然后电话这边传真呢？因为歌很少有传真两个字，都把传真画在。电话在天，然后一个海的天，海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。哦，哇，画的真好，画的好，画的很难啊，画的非常好，你看。画得那么好有什么用？我们刚刚夜来香，一个画得像鸡也猜出来了，怎样呢？真的？你怎样呢？所以你是毕卡奶啊，一比就中了，太厉害了！原来太简单，好，攻守交换。好，你们的第二题，下次要建议一下，有对几个就对几分。嗯，要全对太对呀，一个就这一对都三个一起。各位，哪个来喽？各位，哪个来了？你就知道他让得多凶了吧？看看，我常常有这么让你们发人深省的那种。对呀，惊人之作。唯一是我，他们三个放心吧。我相信你应该画的比唱的好。谁带你走？请出。唯一加油，请出。就我这边那一张，就他。加油啊！哦，来计时，没了。重点，重点，加油！重点画出来啊！哎，什么？干嘛？电池。哎，好有想法哦！要指挥。你画太简单了，人家一定猜得出来。麻将。什么？牌照。哎，什么？那真的。三情都跟我同队的吗？肚子好。哎。好难。好难。好像这是一个什么？很简单呐。小小一个团体。哦，他打打打打打。啊，对对，烦了呢。烦死了，你们旁边的。就是要烦你啊，没关系，心头聊的啊，好不好？鬼抓人。哎。六。我叫什么？对，他叫音乐团。这是外星人，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两个外星人，上面有天灯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观众，您看得出来唯一挂的是哪一首金曲歌王的歌曲吗？天才冲冲冲！唯一是我，他们三个放心吧。我相信你应该画的比唱的好。唯一，一定的。谁带你走？请出题。唯一加油，
请出。就我这边，那一张，就他。加油啊！不要有压力。哦，对。这看一下嘛，好话多了。好话哥，因为好话，所以我们时间要快一点。快，预备，国民歌计时开始。啊？哦，那副歌大家知道了，那就。那就这个啦，这边这边这个这个一定要出来嘛，然后这个这个，然后这两个这两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这个这个这样这样这个会有好戏。我超常画插画，太期待了。哎，这是团体吗？完全不是一样，在画那么快。我有在画插画啊，我以前也常代表小学比赛。你这么大年纪代表小学比赛？就是小学比赛，小学看得懂吗？问题是你们得名了，对，我简单的明了。对啊，四十秒钟的时间，嗨嗨，来喽，来计时，没了，重点重点，加油，重点画出来啊，哎，什么？电池？哎，好有想法哦，真的啊，人指挥，你画太简单了，人家一定猜得出来的，麻将，什么？奶酪？哎，哇，那个，刚才其实跟我同队的吗？豆子盒，哎。哦，猫咪头，木头人，好像小，这是一个什么？很简单呐，一个团体，对，哦，它是爸爸妈妈，啊，这个烦人的，爸爸妈妈，烦死了，无旁观的，就是要烦你啊，没关系，心头聊天，八，鬼抓人，六，五，对，超长音乐版。现在最厉害了，请脱眼罩。好厉害哦！三十秒，请看什么东西啊？好厉害哦！跟右转，他是两个人，两个人手牵手，手牵手这样跑。这个这个简单了，我们要跟他干扰一下，干扰。在往人群中，人群中两个人都看不到，后面那个还要戴着墨镜，然后带着他跑。以前那种什么歌是这种歌呢？这组合大家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而且还有水哦，那边怎么知道？应该是对啊，是不是呀？哇，明显哇，你们都太坏了。去哪里了？去哪里流浪了？最好看的就是夕阳了。去哪里流浪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哪里有夕阳？夕阳有啊。那个人很多小人的上面那是什么？他们去那边躲藏吗？他们以前就从一朵小人难防。他们以前就从那边走唱开始。我讲，我讲，不能再讲，不能再讲了，不能再讲了。对啊，你看啊，看我们不能说那边阿给特别好吃。对啊，而且后面那一个团员现在还有开按摩按脚。这不能再讲，不能再讲。真的超好哎！我一看那边，对啊，你看他戴了戴了肩，掉下来了，搭了他的肩嘛，戴墨镜两个看不到，对啊，时间到，太明显，一首歌啊，五个字的，来了，来，阿Ben加油啊，你不要发呆，你看哪写好了啦，看看哪发呆，哦，我也在发呆，早就写好了啦，啊，哎呀，哇，金人之语来了，金人之语，准备，同时亮板，一二啊。你是握的眼，你是握的，你是握的眼，那个眼活泼，反正第一次也不会全对，好聪明啊！哪个跟女生所写的意境是一样的？请唱，预备起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。我看见拥挤的人，你反了，唱反了啦！一个是浩瀚的苏海啦，然后还是拥挤的人潮啦。来了，各位，最可怕的是这首歌曲了。来，预备，清醒点。告诉你，先不要唱，我先解释给你听，再来唱。这一定要解释，这是外星人，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两个外星人，一个星星，上面有天灯，有没有看到？天灯，星星的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。走到来时的路，对啊，对对对，正好走到路中间，对啊，哎呦，也是合理，不行啊，两个外星人是不是星星？如果那两个是外星人，他不讲我们不知道哦，然后他不讲那是天灯，我们也看不出来哦，那就是有四个天灯哦，天灯，四个天灯，他的确是天灯，这里就是平息，对啊，平息，我们一直火阳，他就淡水，他就浮去淡水，对，那就是平息，平息点天灯，对，请唱，对。
如果我能看得见，这位歌手就能惊喜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，有没有？从后面再抱着他，有没有？有，抱着惊喜的拥抱，牵着他走嘛，快要要抱上去嘛。胡说，哪里有抱他牵他？真的，哎，好，那句怎么唱？那句怎么唱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我很想知道他上面画了四个灯什么书海啦，它是海的海的意思嘛，书啊，那是书啊，前面两前面两本是书嘛，现在先喷好了，不用不用，主唱就不用那个了，不用主唱，就是这么一个字了啦。真的吗？哎呦，那不用啊，哪个也不用一下吧，确保安全。就选一下呀，确保好不好？因为怕节目不够长，选一下。确保啦，是啦是啦是。来自己挑自己挑，挑到了是原唱，真的很清楚啦。清楚啊，就两个其实都很清楚。对，金门王原唱李炳辉，金门王萧煌奇。哦，那很简单了，阿麦威的。好，请坐的。阿妈，你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我的棉，不好意思哦，你是写棉。演呐，演啊演。你在撒娇吗？啊，没有，凭什么苦苦哀求？啊，中文不好啦。有三个小孩，怎么教？这中文不好。李炳辉是的，写对就好了。对，李炳辉没有写成屁。李炳辉也知道这首歌。金门王也知道啊。李炳辉知道这首歌？金门王不知道。金门王不知道。金门王那时候不在了。对哦，不在。哎，不要随便开玩笑，金门王刚收假哦，不要开玩笑。你是我的眼，恭喜！哇！耶！你揭晓歌曲第一天是《流浪到淡水》，你画的眼。OK， 你画的就是那一段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书浩瀚的书，海，书海，海，然后穿越人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。我把眼睛画得很明显，这个样子。对，珠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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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？画面都有，画好像外星人，还有副导演。得到了宝贵的一分，不错。沈晨队加油！耶，共数交换。哇，现在是一比零，一比零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哇，超难！福建王，福建，福建王，福建中，福建王，福建中，身体好得很。他姓钟的话叫福建中。没错，这个现在帮孩子取名字啊，要很注意，你要中文念一遍，对对对对，台语念一遍，是，有时候还把英文的，英文都是什么，先念名字再姓，对对对，还要再念一次，有没有很重要的，乱取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看我，来来来，你儿子怎么样？我儿子不能取我儿子不能取叫 George。哦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姓白啊。哦 ，George 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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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你要娶他也不会不同意啊，管他的。我不舒服。反正他不懂，反正他不懂，被骂到大他也是懂。对，不要被笑到大，笑到大。他不要戴眼罩。不急不急。哎，也不用抽了，就最后一张了。好，好吧。嗨，哎呦。哇，这首歌我不知道，我没听过。真的吗？对呀，我没听过，我没听过太多了。对对，来，十五秒，画哪一句开始？什么歌？很好啊，这个很好，你要多少画？对不对？近啊，照啊，这个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不好画哎。啊，就这一段对不对？大概就这一段。在，这太阳那么大。哇塞，还有一条鱼。好，时间到，准备哦，四十秒作画的时间。计时开始，这要怎么形容？这个要用意，要用意境啊！真的，对对，他应该能够创造奇迹。哦，看到没有？络腮胡，对对，络腮胡，强腮胡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电影。哦，强颜欢笑，吸血鬼，八字眉，八字眉，打小人。哎呦，日本鬼，日本鬼，啊，日本日本。哎呦，那是蝴蝶。哎，蝴蝶，画的不错哎。画什么不错，看不懂啊？那个虚线，虚线，虚头，虾米吗？虾米哦，笑脸啊，辐射了，辐射，辐射屋，辐射屋，对不对？危险，全家都在，对对，全家都在，我好友，哦，对，住辐射屋玩的开心哦，哎，乐观呢，来，
眼罩拿下来，一家大小，自言自语要不要讨论？三十秒开始。啊？一张照片，有一只蝴蝶在那边，有一个花。你看一家大小，和乐融融。对着看着这个人在播放他和他的电影，星星在点灯嘛，有没有？播放他和他的电影，有没有？怎样？他喷喷喷被框住，我要看他播放他和他的电影，这什么歌名字？对啊，播放他的电影，好，一男一女在上空抓猴。没有这个，两个人在外面看到。爱我，爱把我逼下去。分手也，分手的意思。你们到家。在播放他和他的电影。在播放他的电影。很耳熟，对不对？在播放他和他。对。你可白看什么？我在想啊。想不要看那边，想前面看。他的婚礼，他一定很爱我。哦，这个哇，你的春天是我的晴天，就是这首。我的明天是你的春天，快点！时间到了，没有就喷了。一人游，你的喜帖是我的晴天，这喜帖是我的。有四个人，彩虹梅。对了，三人游，三人游了，对对对，四个人，四个人。哦，哎，怎么会换个高尔夫球杆在那边呢？哪里有？一二。三，这样吗？哎呦，复刻回忆。好，哎呦，什么叫复刻回忆？方大同跟谁？有一首歌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哪一段？我是这首歌啊。啊，这是英文改编的吗？每天我们都要写，我们要每天按都要写啦。这就是。什么能买谁？买谁？你写谁？翻成中文，方大同唱。不可为，对了，帅哥，我相信我，播放他和他的电影，什么东西啊？有这么长吗？有这么歌啊？唱一段干什么？不要讲了。不要听我，不要听我，你好吗？不讲话怎么了？你瞪着我，你要那么凶吗？哇喂，什么东西啊？在讲什么东西啊？不，他和他的电影，什么？他不爱我，对，他电影歌名。唱里面哪一段？哎，你不要一直看到我。别说什么。哪里？他和他的电影，对，他和他的对对对。他不爱我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，我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眼。哎，他和他的电影啊。全是他和他的电影，他不爱我。欸、我们可不可以规定不要唱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唱！哈哈哈哈哈！只有他不要唱，对不是，就说只有他每次讲说用唱的，我说可不可以规定说不要唱？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对。那时候做节目是开心的事情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不是，我要唱你才会有感觉，有那个画面呢、啊。你用讲的，我可能感觉会比唱的好。可是我要唱，我才能勾起那个回忆嘛。千万不要，那是痛苦的回忆。硬不让你唱，好不好？我播他的电影，有没有？还要唱你？你要不要从头唱一下？你唱什么？他不。副歌。我问一下，你当时进演艺圈是歌还是出唱片什么？我应该是跳，他是姐姐，他是播到儿童节目的，但是我们唱跳的姐姐，就是跳舞而已。我难怪小朋友听不出来，没有关系。他有唱歌，对，小朋友没有 key 的分别。对呀，他只看他外形而已。啊喷！喷我干什么？你自己呀，你这好来，妹，抽，抽个提示。还要一字提示，我看透了他的心。歌名一字提示，好，来，对了，这个，来，来，我看透了他的，好，来，来个字，这个，好，不，那是对的，不，不要的不，不要的不，不要，不要再掉我的腰，腰，别打我，我是同队，踏上树梢，不。不好意思，他提示布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哪里没有布？有！你们干嘛一直盯着我呀？时间快到了，快点！我知道啊，不小心，快点！哎，看到偷看，我们好回。现在偷看，干什么？偷看？我有闲事。
你有斜视，你斜视斜视好斜视，哎，好，我就知道要作弊，对 ，Hello， 斜视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亮白，有味道，莫玩莫玩，这很好笑吗？你有志，好聊，哪个写个李炳辉，你就写个莫文蔚，好，他不爱我，他不爱我。好啦，一比一平手，来恭喜啦！啊，大家好，来休息啊！不想跟你讲，天才冲冲冲！